的重点是编曲跟行销，好，来音乐培力这个部分。那我们这一次的卡司更厉害了哈，请到了我们的赖伟哲老师，还有我们的吴贝雅，我们的武斗派创作歌手，两位在我们的音乐界里面都是赫赫有名的哈。那也希望呢，透过我们这两位老师的邀请呢，可以让我们所有的爱好音乐者呢，能够踊跃来报名。那报名的时间是在9月4号，要记得哦，赶快在 Google 表单填写。那我们呢，第一次是秒杀，第二次绝对是更厉害，所以一定手脚要快，好，手脚要快，要填那个 Google 表单，赶快上网来报名，在9月16号就会登场的啊，一生产站。好，那如果说民众没有报名上项的话，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在线上吗？还是？在线上怎样？对，就是说如果报名没有报到，现场太秒杀了嘛，对，现场不是，我是说是不是线上线上没有，就是说没有报名到的话，一定在线上直接看我们的直播。哇，我们上次那个宜生产啊，就是关于这个宜兰的这个流行音乐的培力计划呢，大获好评，两场的那个客源都全满。那这次呢，继这样子的一个好评之后呢，我们又再加开这样子的课程。那我们今天呢，有非常的多的贵宾来到现场。首先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我们的宜兰师大家长陈美玲，美玲师长。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宜兰市民代表郑吴阿霞，欢迎我们的宜兰市议员庄淑如庄议员，然后我们的市民代表连胜怀连代表。其实宜兰市才刚办完市长杯卡拉 OK 大赛，就是最近的宜兰呢，非常多的音乐充满。那这个音乐的年龄层扩展相当多，有流行音乐的，有艺文的，有不同的族群都照顾到了。那这次的这个主题呢，我们上次啊是邀请了 Musa 跟这个告五人的哥哥潘燕山来做歌词跟音乐律动。这次呢，我们把我们宜生产的视野呢又更往外推展了。宜生产呢，希望呢就是让更多宜兰的这个子弟呢有接触到音乐、创作音乐的机会。这次我们邀来的两个老师非常厉害，首先是我们的编曲课呢是邀请到赖伟哲老师。赖伟哲老师呢，你只要讲出来告五月天，然后或是蔡依林、林俊杰，然后甚至很现在很红的艾薇，很多脍炙人口的名曲呢都是我们赖伟哲老师编出来的。那另外这个屁牙呢，吴贝雅，他也是在自己的这个领域上面耕耘很久，他主要唱台语歌，可是呢他自己呢也会走闯日本，所以呢可以给很多有心想要创作年轻人，给他们一个企划发想，教导他们怎么除了要发挥自己特色之外，还可以走出世界，走到国际上。那这两个老师呢就是大家引颈期盼的。那现在呢，我们是得邀请我们的市长来为大家说几句话呢，谢谢。谢谢啊，真的非常开心。我们第一场次的这个宜生产的那个音乐会啊，音乐培力课啊，办得非常非常的好。刚刚我们主持人也讲大受好评了哈。第一场次已经圆满落幕，但是呢，所有的市民朋友都还很期待说，市长是不是还有第二场？我说一定有，一定有。但是呢，第二场跟第一场的内容元素又不一样。我们第一场受到我们很多市民爱好音乐的喜爱之外呢，我们第二场的内容呢，增加了一个编曲，还有一个行销，就是音乐要怎么样的行销出去哦。那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特别介绍我们的赖伟哲，还有我们的吴佩雅。那赖伟哲哈，大家都知道他很年轻哦。他真的是很年轻的一个编曲人啊，这次我们真的厉害了，所以这一次啊，一定要透过我们这一次的记者会，然后呢，来请我们所有的市民乡亲好朋友，要赶快哦，要赶快来报名，要不然真的手脚没有快的话，一下子就秒杀了哈。那除了赖伟哲，还有我们的吴贝雅，
吴贝卡他出道了差不多有十年了，那这个也厉害了啊，他这个叫做武斗派的歌手，一个女生能够把吉他弹得这么棒这么好，那他还会自己来创作一些歌曲哦，真的是不容易啦。那而且他的歌曲的内容是比较生活化，生活化。那他除了说很多的我想这个连生活代表一个都听过，生活不就是这样啊、哦？要不然就是雨下起来，然后呢还有什么？爱妻暗本，就是爱妻的暗本，所以我觉得他的是比较生活化的一个作曲家哈、哦，歌手。那韦哲这边的话，他真的是编曲真的是很厉害哈、哦，他的合作的一些歌手都是相当的有名气哦。所以这一次我们在9月16号当天有分早上场跟下午场，那早上的时间是在10点到12点，就是由赖韦哲编曲老师来跟各位分享怎么做编曲的部分。那下午场是下午2点到4点，这个时间点是由贝雅来跟各位行销说音乐怎么样来发挥他的发想。所以9月16号这一天很精彩的音乐内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能来共襄盛举哈。那这一次报名要不要钱？当然不用钱，只需要缴交保证金300块。当天你授课完毕了以后，保证金就会交还给你，所以完全是免费的哈，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我们公所一直站在照顾所有市民乡亲的一些需求跟需要，代表会相当的支持啊，无念老中青啊。那也刚刚歌唱比赛也刚刚才结束而已，那我们陆陆续续也都会办了一些很棒很好的一些艺文啊或是音乐啊等等，所以这一堂课音乐培育课程再加码，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所有乡亲能够赶快来报名，9月4号，记得哈。好，那也祝今天的我们的记者会圆满成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2、1，一起来编写音乐故事，耶！